我们刚才讲说，我们政府开发五十样或五十样，五样或五十样，就是政府自己一点已经做梦弄出来，说要开发这五十样、五十样。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啊。那我们希望有 feedback， 这 feedback 就来自民间，民间到底需要什么？那可以由使用者们来提，也包括现在在座，等一下张图嘛。我们很欢迎啊，不管是在座客人，或是我们的什么样的社群，或什么样的团体，给我们 feedback 说到底要什么东西。另外第二个任务就是说，我们政府这个资料品质 quality 给我们去 cover。那个我们当然你说那张总理为什么他自己去盯这些资料品质给他们？老实说嘛，那个你一个小孩子啊，一天到晚被妈妈念说你为什么穿不好，我们行政院去盯这个部会嘛，没什么用啊。但是你这个小孩子到学校去啊，衣服穿得不好被同学讲说你穿得太逊了，女孩子说你穿的这个样子，她不要跟你出去约会了。这讲这话比妈妈讲话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政府资料的品质，这个，那我们就要被批评。我们讲说这个建议，行政院由上游下来讲，力量远不及民间来讲。所以我们把这民间的管道开放起来，老实说，我们很希望听这方面。那刚才也提到说，我们这个 open data 开放出来了，我们民间可以怎样去用呢？我就要经济部帮忙了，工业局啊，我们就编了一些预算了，大概今年差不多我忘了是多少钱，大概是6-7千万左右，说让他去支持民间来用这些 open data 开发一些 application。那这个也是政府过去啊，这个做这些事情也是门槛比较高。那他们就开始规划说，所以我刚才说今年这个预算，我随便讲这个数字，我确定要5000万，5000万你可以 support 几个 case。那通常一个 project 一点民间啊，大概赚好几百万，所以你大概5000万 case 或大概10个 case 随便讲，500万很多在这个眼光里面很多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从民间的 SI 来讲，这500万一个 case 很小，随便抓一个大的这个系统整合公司，随便领取啊什么。经成经业了，因为500万在那边讲，这个是小案子，根本不见得看得上眼。但是啊，我就跟经济部讲说，这个我们国内的 SI 在做有没有产业界 SI 为什么比较少？大概都是公平的。我跟经济部讲啊，我们民间开发应用创意不在我们 SI 公司里面，在做你这种身上。为什么 SI 没有创意？因为 SI 标政府案子的时候啊，早就那个规范帮你写的实，根本没有发挥创意的空间啊。RIP 写的说我功能要 ABCD 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做个 user interface 的时候都被挑出来，说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要做什么不能太 creative， 要比较感应。所以我们国内的 SI 这种大型 SI 系统整合公司啊，我跟经济部讲说，你们要知道说这些系统整合公司，你不能期待它在 Open Data 上面发挥创意，这些 SI 公司，我讲的难听也是没有创意的。我说这些创意要来自于在做这种人，500万太多了啦，不想不能太多，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不行，我们一年如果说我们要5000万 support 10个 case， 对于这 SI 公司来讲，500万的 case 太少。而且第二，他们没有创意。我说这个策略不错。我说我们要把这个案子规范到更小。我们的目标要让我们 SOHO 当做我们来做这个系统的主体。那但是 SOHO 他们说，可是 SOHO 是没公司或是有公司的 credit 没办法确定啊，那信用不好不知道。我们用2阶段，就这边写的，这个出那个服务2阶段啊，辅导 Open Data 产品服务开发。第一，我们花很少的钱，比如几十万，先让我们。在座你这规模的人，个人或是公司，开发一个小小的 prototype， 这个小的 prototype 不要花太多钱，原则上100万之内几十万，但是几十万我想贵，你应该可以同意。对你们个人要开发什么东西来讲，其实也是不无小补啊。那把初期开发出来以后呢，第二个 stage 我们找一些人 review， 觉得真的有 potential， 第二阶段给各位经费，让你把它变成商业。不然是这样的话，一年呢，我刚才讲说鼓励小型或个人工作室参与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一年呢，这五百，那如果是5000万预算啊，如果说我们连第一阶段来算的话，我们觉得一年呢，可以 support 到至少100个 case， 比较像样。
跟十个 case 比较下面。好，那你会说，可是我如果想到一个创意，我要那 open data， 我要那 data， 你们政府没有 open 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做？我们说没有关系，你如果想到一个创意，没有这支所需要的 data 没有 open， 只要它不涉及到什么国家机密或什么个人资料乱七八糟事情，要研考会去协调内部会把那 data 拿出来给你，然后在年底的时候，这个 data 就会变成五十样 open data 的量。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啊，我怎么知道你政府有没有 open？ 那我就限制我创意，不要这样想。你们就说啊，我反正好多年前我就想，我要这些 data， 这 data 回过头来，你去看看政府有没有 open， 如果没有 open 呢，研考会帮你救你。所以大概供给面跟需求面我们是这样的想法。那给各位看一些schedule， 刚才讲到三月底我们要开放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有四个大的主轴，第一个就是要一个 spec， 我想不用讲。第二个要一个平台，就类似 data 卷点 GOV， 就是 data 点 GOV 点 TW。 第三个资料品质的问题，我再回头来讲。第四个是 promotion。 这四个主轴里面，当然大家最关心可能第三个就是提升资料品质。三月底啊，每个机关要开放五项资料。那那个刚才那个谁跟我讲，那个Ben跟我讲，我也看到问题。五样资料，教育部就提了五样资料，四样是大学、高中、国中小学地址。占了四样。清单我怎么可以让他填五样 data 里面四样是学校地址啊？那个就是三月底的时候看了，但是我跟他讲，我说爸爸妈妈讲话没有同侪讲话有力，我们就记在心里啊。那个没多久，那个教育部电商中心主任换了新的啊。那这个上礼拜刚好开会检讨教育。我顺便提一下，说，那个壁纸那个事情，你们好歹做点事情吧。他说有，他说我们也是让给你面子。他现在正在积极协调教育部比较所属机关，年底五十项的这个资料，他要挽回面子。那个，我想网络上可能要我讲，大概也会帮忙要我讲。那个，各位，你如果凭空去想啊。那个教育部如果正在开放资料，你希望开放什么？比如说现在想设立国教，你大概家长会希望说，能不能开放那些以前那个考试的时候啊，一些那个成绩分发成绩啊什么的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个大家去想。这到今年三月底了哦，到今年十二月底呢，我们就叫第二个阶段是开放测试期，那就要五十样资料。那五十样资料，五十样资料当然就是十二月底突然端出来，就陆陆续续的。那前两个礼拜我问研考会，他说现在我们政府开放资料，开放出来资料大概到300项，所以勉强还不错，持续的在做。所以明年一月开始是营运推广期，所以今年啊，那个我们做这个都是算学习阶段。那刚才讲到，怎么样把这个需求跟供给连起来。刚才跟各位报告说，我们第一左下角成立一个使用者联盟。现在的使用者联盟，第一当然就是由这个刚才讲 TCA， 我们 TCA 里面包括公司、法人这个左下角的影响。那个，如果各位想说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搞这个三个最高？糟糕，好，那我后面要退了。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，这个各位欢迎成立这个。我主要今天希望各位报告三个 case。这个不要去做一些八股宣传，三个 case 讲说怎么打修正这个刻板印象。这个不动产实价登录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学习过程，可能我三分钟丢了加一个三分钟吧。去年八月要上路，马上网站宕机，各位都知道啊。刚才说会活动47秒报名结束，我要恭喜啊，不是47秒报名结束，47秒报名结束，网站没有宕机。因为你这个各位知道，接播时间你要撑回去，网站不宕机是不容易的。我打电话给这个内政部部长他转给那个地震说，我说网站宕机怎么办？我们当时想不知道会有这么恶劣，说赶快去采买设备。我说采买设备多久？1个月。我说拜托拜托，你有没有听过云端这两个字？有，就打
段的，对啊，好，我这个听见。另外一个问题，收费被人家骂，啊，这个不能马上接，因为它有内政部的规范。但是我们行政院定的那个免费的原则规范呢，开始修内政部的规范，那修规范当然花时间。那终于啊，在今年的七月一号开始，这个不动产实价登录大多是免费。那然后今年八月报纸做了一个调查，七月二十号的新闻说，这个不动产实价登录啊，整个全国来讲，动数的交易啊，比起去年涨了5%。原来房地产都说哦，这个打压房地产的价钱没有，房地产的交易的个数价钱不小，价一小当然会小，也因为可能就是那个，但是个案数增加了5%。那个故宫博物院是另外一个大家觉得哇老大机关，怎么样不许他把资料 open 出来？它是我们 open data 的一个重要机关，但是它过去限于这个所谓的版权制裁权，非常保守。你要拿他资料出去做加值，你要先上他的课。他说：“我这故宫的保护你不能乱，不要给乱搞，要上过一系列的课，上过课也才能出去做加值。”我们说有另外一条路。前几个月我们开始 push 他做 open data 竞赛 ，open data 竞赛拿出来的资料，拿清乾隆时代的文化作为主题，最重要的第二项，参赛者得奖作品的制裁权、著作权，以前呢都要谈价钱，然后呢。给故宫做训练，然后你才能拿到东西要给他授权费。今天这个 open data 做出来这些下面这些著作权是你跟故宫口供，换句话说，你做出来的话，你也办了这个著作权，不要钱，只要你能够做出好东西，又走一大步。Google Crisis Response， Google 在 Crisis 那去年那个 Sandy Hurricane 侵袭美东。那我们就找了 Google 说，那台湾可不可以来试验？那我们左边找这些机关，中央气象局、水利署、水保署等等等等这些，透过这个 CAP 是 Content Alerting Protocol， 是一个灾变资讯标准。然后呢，透过这个国家灾害防救中心啊，叫做 CDR 一个 portal， 把这个资料从整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让 Google 借接，又利用 Google 的平台啊。可以在通过 Google Search、Google Map 或是 Google 到的手机上面的服务啊，等等等去用。大家曾经批评说，哟，怎么给 Google 不给一般的人呢？其实都可以。各位如果去那 NCDI 的 portal， 右边 public 谁都可以拿你的资料。这个 pilot 啊，做那结果啊，为什么要做这事情？我希望我们政府机关啊，左上角边政府机关啊，可以去体会说。哎，你跟国际这种大公司、国际大公司合作，什么感觉？技术是什么 level？ 那你自己要做 open data， 不要在台湾政府圈关着门，自己家给自己高兴啊！你要去试验看看，说你们的东西拿到国外去 ，Google 这公司用了三年以上。后来 Google 说他说他不方便公开说，或我今天在这公开说话。Google 的人他不方便公开说，但是他们目前美国、日本跟台湾。三个国家，这是他现在国际上三个国家有合作公共关系。他说台湾政府是这个配合起来最积极，我听蛮高兴。那个那我就是问我们这几个机关呢、啊，我说你们有没有骂我这个政委，逼你们做一些额外的事情？他们说没有，真的假的？他们没有，他们说他们非常第一，他们从这个过程里面跟 Google 共事啊，其实不是去 Google 上班，但 Google 共事也是一个经验，很好的经验。第二，他们透过这磨练的机会啊，把这个国际的这个标准搞熟了。然后呢，最后他们很高兴，他们的这些资讯能够上到国际平台，这边又给他们看见，这些 Google Map 上面叠上去资讯都是我们上面政府机关提供的。所以大概啊，我时间已经超过我们久了，抱歉了，前面废话讲太多。我们这个 open data 以前是政府网站给大家看，政府要透明这个大家看，就是知道。我们今天要 push， 不是只有知道，我们要 push 大家用。那我刚才跟各位报告说，我不期待我们国内过去传统 SI 厂商有创意去做的方用方面 open data 创意来自于在座我们这种的。政府呢，长期于民，成功不必在。现在我们政府对于这种开发手机上 APP 的策略是，能不要开发，尽量不要开发。data 拿出来让民间去开发，因为政府做出来 APP 又是网站，没有人要看的。你开发一个网站，开发 APP， 我们这么多人，
省这个钱，我跟政府说，不然这 APP 的行动省下来都不要，不要自己开发，除非有自己要给民间去开发。所以我在这边做个结语啊，也谢谢主持人容许我这多多的几分钟啊。哎，我这边啊，真的很高兴把握这机会啊。我们台湾 Open Data 开放的好不好，最重要的是创意，创意啊成不成功，还是在座各位，谢谢。